作有人从芝加哥那边开车来看我，开了十几个小时。天哪！谢谢你们那么大老远来看我。对，我们去年有去，今年有去伦敦，然后七月份有到遵义，然后现在到多伦多。因为我老公是你的粉丝，我跟他认识24年，可是他喜欢你比喜欢我还要久。老公真的是爱我的，不错。你们认识24年，你们是始终未婚吗？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，然后我们现在有4个小孩。那从小还有来吗？没有，上次有，但是这次我们只想两个人。可能有第5个小孩。没有，就在这花好月圆夜，月光光，心慌慌，真是偷鸡摸狗的好时光。哎，不是偷鸡摸狗，偷偷摸摸的好时光。等一下，小青，老公，我可不可以让老公跟你讲话？当然可以，老公他真的好喜欢你，因为上一次我们在伦敦见面的时候，你有跟他握手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跟他拍照？他说爱是克制。爱是克制，爱是你。爱是无私的奉献，谢谢老公，你对我这么好。老公，好，谢谢小齐哥。其实我跟我太太第一次看你演唱会的时候是在读书时候，在南京，2006年。哇，你在南京读书的？对，那时候我们还在读书，然后我们去听了你的跨年演唱会，然后。然后刚好那一天就是嘉宾是刘若英。对，我是刘若英的粉丝。然后跟刘若英说赶快来多伦多看演唱会。然后我们每一次就是我去听齐哥的演唱会，我太太就会跟着我一起，然后他每次去听奶茶的，我就会跟着他也在一块，然后这整整大概就是我喜欢你的歌曲，喜欢你作品，一直到现在27年，这段时间就是从我们有孩子到现在，就自己在这边做公司，有自己的事业，从头到尾就是你的作品，你的做厨师的态度，你的人品，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我感谢大家，感谢小弟何德何能啊，多大的爱。那你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是一直在说啊，没有点到我，没有点到我，这一次会不会有机会，然后我们就拿了蓝色的荧光棒，像显眼包一样能够被点到，然后就终于被点到。我很感慨，就是很感恩，就是能够一直有你陪着我们到现在。我想点的一个歌曲是《匆匆》。哎呦，就是没有准备《匆匆》吗？如果没有《匆匆》，我有《备选》。啊，还有，就是我点什么，我们没什么就糟了。我点的《备选》是《不要变》。就像优质偶像跟我们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，就像我们所有人之间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一样，都希望他不要变。谢谢。我先问一下我们乐手，练了不要变没有？我可以说两句吗？不好意思。OK， 没问题的，因为第三者。没问题了，因为有些时候点歌单元，我们都不知道会点到什么，我们都乱准备。然后说真的，这两首我们还没有准备。不是，我可能不是很红，所以没有准备。我觉得你肯定准备了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就硬唱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希望我们大家的爱陪伴我们的家人，永远幸福甜蜜，永远不要变。我知道不该暗自清醒，当我又听见有人为爱哭泣，总忍不住想要把你牢牢地抱好，经这么多年你还在怀里，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，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，
是否不贪心的人反而会特别的幸运，当世界发现有注定我们还在一起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不要变，行不行？不多看，不多听，只认定这份感情。谁爱我，谁爱你，都不变，行不行？让未来像从前，风平浪静。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不要变，行不行？不多看，不多听，只认定这份感情。谁爱我，谁爱你，都不变，行不行？让未来像从前，风平浪静。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。祝福各位可爱的小两口甜甜蜜蜜，永远相爱不要变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的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小哥在这台上，我根本就在这前方。好，为什么我到哪里都看见那位绿色女生啊？我也觉得她怎么工作人员吗？我一开始以为你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点到谁。对对，我们还是找别人点吧。来来，我们请知道是阿晨帮我们点一个。哎，在这区里面有谁很想跟我聊聊天的？哎，其实我们点一个比较特别的，他的特别，他的手上拿的东西不太一样。手上拿的东西不太一样。哎，一手是鲜花，一手是。跑马灯，好，哎，哪里啊？拉拉啊，对，这是一个粉红色的，粉红，我这位是这边，这位呢？好，是你了，小心小心，得注意安全。好，妹妹，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啊，小七哥你好，你好。Tina， 我们应该是在第 N 次见面了。天哪，怎么说？因为之前不太方便回，就是追您的演唱会，我们是从去年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拉斯维加斯，看这么多场啊！还有您生日的时候，我也赶到成都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我讲的笑话都一样哎，我好尴尬哦。说了，在杭州的时候。是啊，我哪有那么多笑话？最怕就是讲笑话的时候，大姐接下去知道什么答案的。对，我能。我为什么要看那么多次呢？就是刚才有位朋友也说上瘾啊，无形的毒药。天哪！谢谢你。那我的歌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嗯，从小。没问题。再说哪一位不是从小听我歌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是一直追，因为去年在杭州的时候有幸也被朱安老师点到，然后上一次我说了，小七哥，我是这坐了飞机24小时漂洋过海来看您，然后您上台特说啊，妹妹你等我过去看你呀，然后我终于在一年之内等到小七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我不知道我会到哪里啊。所以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多多，所以就是我只要有假期的时候，就把在国内您的这个演唱会的票都买了，那个买上10月26一张，然后11月2号呢你，我得想新的笑话了。天哪，哇，这怎么办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七哥，谢谢七哥，您来到多多，就是觉得多多，如果大家不嫌弃我，以后常来好不好？我会把刘玉玲带来的，好嘞。这个花会送来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的荣幸。有没有我？我有朋友在这，可不可以帮我拍照？我可以。我照一张。啊天哪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维嘉，拉斯维嘉的时候，您收了我的红包。啊天哪！对啊，我都是我在发红包了，怎么会有红？我一起道歉，他们说这应该是我红包，是我红包，然后你就收了。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这是。我叫你在拉斯维加斯。红包呢？那是我的红包给你吧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
好了，我先来选首歌送给你好不好？我应该唱的什么歌？看到他，啊，你说老婆也可以哦。今天我一个人来的哦。不是这样子，我就花心了。对呀，你要唱花心也可以。哦，那不能就唱华信哥的《花心献给妹妹》吧？谢谢，我特别喜欢花心。也送给大家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心都花了。感谢你们对我这么好，这我以后演唱会怎么唱？我心中有阴影了，我不能再重复讲笑话。讲新的笑话。我想想看，我已经黔驴技穷了，大家麻烦再笑一下了哈。大笑。好了，来吧，花心，会唱的也要跟我大声唱，好不好？请把手举起来。花瓣泪飘落风中，随又被一夜从容。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过的手，同那海天生一色，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送走人间许多嘲笑。唱，春去春。献给大家，象征了我们对大家的爱，晶莹剔透，无杂质，就像水晶一样。哎，这个也会唱吧？会唱吗？这首歌？女生部分，请跟在 Apple 上。没错。男生部分，请跟着我。准备来喽！看你的眼睛。写着诗句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甘如饴。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，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没有负担，你感激我的命，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就在光芒就会你我眼。待会儿我们再大声一点啊，好吗？来个全场的掌声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有个非常甜蜜又难忘的夜晚。这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。手中空。
情一起来。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没有负担你感情如何你，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这最缓慢交汇你我的这两天我来多伦多的时候。